主料，黄瓜350克，火腿220，辅料油、盐、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黄瓜洗净，将黄瓜的皮去掉，火腿切成条，黄瓜切成片，出锅点火起油加蒜。黄瓜放入锅中翻炒，加盐，炒至黄瓜变软，再将火腿倒入锅中翻炒，起锅。烹饪技巧，黄瓜先放入锅中炒，因为火腿是熟的，黄瓜中先放盐入味，火腿本身就有咸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